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霄的。皆显我慈悲悯施，护我七上的灵。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及102年度我们的全国各地各分寺道堂教士的我们新进的学员同修今天102年的11月24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正逢癸巳年九九法会的当下我们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朱祖灵连坐前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其中有护天命的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在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的日本天皇。朱建灵在涿鹿三族之战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涿鹿三族神农炎帝黄帝蚩尤帝族三位第一次中国战争所有七旗军以及蚩尤族黄帝族的派下军民以来共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之军民怨灵世界大小战争816次王室之军民怨灵十方法界3000000众等今日今时
啊，我们千佛禅堂啊，大家同修们啊，全心在这里共修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啊，名扬两界，还有入世出世啊，一部21世纪的新兴宗教的一部圣经圣典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啊，其中的气宜学就是风水学的问题，风水学的心法啊，人要有气，要有血才能活。那么在灵魂界，我们现在当下坛上啊，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异世界里面也要有气和血。虽然没有身体的气和血，气就是我们的啊，这个人的灵魂啊，血呢就是我们在灵魂上呢啊，灵魂啊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行为，哦，这个是天人啊不变的真理。那尤其住家也是要有气血，就是风水学的问题啊，息息相关。所以若是没有进入本唯心圣教法门的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说风水怎么那么肤浅而已，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共修。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呢啊，我们要举行宣誓典礼的时候啊，会告诉各位风水心法等等的修行法则。那么刚才在公念呢啊，开经偈的时候啊，其中啊，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现在在大家是用我们的心呢，会列祖列宗的灵山啊，一会万年灯，我们当下一会啊，会开启万年黑暗，化为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希望极乐世界的创造是。阿弥陀佛48大愿。那么当下我们唯心圣教21世纪的当下呢，王禅老祖啊开示了48大愿呢，就是本唯心圣教啊当下新兴宗教啊在世间的48大愿啊，我啊配合王禅老祖师尊诸天圣准活菩萨啊，在台湾30年来啊，一步一脚印的也是用48大愿啊入世华来建设一个人世间的唯心净土唯心世界。所以48大愿有16个因缘华啊，上一节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啊，也没有这一年啊来了解呢。好，那是今天简单的为各位来介绍。好，我们唯心圣教48大愿，世界和平，建设唯心净土。啊，这个法轮48大愿16法缘的因缘呢，啊，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轮。好，那第一个是宗教。啊，第一个宗教呢，然后呢，宗教我们所分的消灾化解、法会的，要各位诵经等等的。啊，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哦，第三呢？啊，就是法人，我们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啦，还有研究会啊，啊，各个的单位，
好，啊，再来呢，就是传播我们当下微星电视台，啊，台山卫视台，啊，等等的，啊，我们有文化院，啊，啊，再来呢，就是建寺纳贤，我们再过婚事道场，目前台湾我们有36个婚事道场教室，总共合起来将近100个，这个让各位上课了，啊，再来为国修道了，就是我们大家诵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为国修道了，啊，第六呢，社会服务，啊，社会服务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社会服务的方向，啊，再来呢，啊，就是啊，为民祈福，啊，我们全民念佛啦，全大家。诵经啦，啊，为民啊祈福，啊，那弘华国内外的弘华，电视弘华等，啊，这个出版，我们医药出版社，各位进入中文上课读书的，我们的出版的内容呢，出版的书大集结有3000多，错不重复的，啊，这个是，啊，再来呢，第11页。啊，这个规划设计的，我们的国分寺道场，我们有规划院，啊，八卦圣城，啊，文化交流，啊，世界和平论坛呐，啊，硅谷文化论坛呐，国际论坛，啊，这个就第12个法源，文化交流，啊，再来第13呢，共修，像今天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共修了啦。好，我们讲经，啊，那第14呢，啊，就是要成就每个人要成就的啊，唯心净土。好，啊，我们来到世间，如何当下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啊，就唯心净土。啊，在第15呢，保护大地，啊，保护大地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弘扬呢啊，我们的风水学啦，还有。保护大地的龙穴啦，啊，这个是我们的第15个到第16，啊，这是成就的果位。各位，你们刚进初级班来，我们有8个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总共要你们进入中文要读24年。我告诉你，24年是有福的人才能读24年呢。我们要这一生要成佛，一辈子的事情，以后千秋万世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要成圣、成显、成佛。哎，各位，你们要了解到，啊，我们维新圣教，你们进入一间大学。来读书，啊，来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都在我们风水真经里面，也各位讲得清清楚楚了。好啦，我们现在就看风水真经里面的啊内容，告诉各位啊，现在我们就讲到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哦，来追思啊，哦，那么安神活位正之见，各位，安神位风水里面的安神位，哦，我们家里的神啊，都是叫做家神，所以我们在家里安神位，都是我们祖先修了最好的。又回到我们家里让我们拜耶，而为什么祖先神位要和祖先位和神位排在同一桌，而不排低下一点，同一桌意思呢，啊，这个天机就是我们若是祖先祖德修好了过来
接下来就是在家里啊，我们的所供的神位，其中的神就是你的这一生以前最有德行的祖先来做神和人拜。哦，那么当下各位同修，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今年坐下修行了24年，哎，结业维新贤士了嘛，就平心贤士啊，就成贤士，就是菩萨了。那有一天以后我们走了，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叫从哪里出去啦。所以你们现在若是有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先进入我们的法门来修行了，或是其他法门佛教道教修行有心得了，已经世间功德圆满走了，他很快就回来借你们当个行为给你们拜啦。你们拜的就是你们啊，这堂上的祖先最有修行的。那相对的，我们几十年后功德圆满要离开世间了，那我们回去报道以后，很快一年后啊，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的神家里做神，给子孙那拜。所以有的家里的家神很兴的，你知道吗？奇怪，我去庙里拜都无保庇，来恁家拜恁的厝的家神有保庇。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有修行啊，回来做神，好人拜啊。大家过去问好朋友，互相修了解，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啊啦。这个就是修行的好处。所以这个有时有一次啦，在民国我72年行道，74年的时候啊，有台中某一家银行的经理，他来问说啊，他要求贵人。老祖开始说，你家后面那妈祖庙，妈祖去求你阿嬷就好了嘛。我求因阿嬷，我什么阿嬷哪有什么阿嬷，妈祖就妈祖嘛，你阿嬷啦。老祖开始说，你阿嬷修足好诶，又对了，你妈因阿嬷年轻就修啊，那么往生了以后，你因出后壁迄间妈祖庙咧，去遐做妈祖吼，互人拜啦，你看。哦，他就足欢喜诶，啊，伊就回去了，啊，去妈祖遐咧，甲问，讲妈祖啊，你是毋是我阿嬷？甲宝贝啊！啊，那是六杯，看阿嬷有灵哦。结果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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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杯啊！哦，哟，就靠阿嬷听。阿嬷，你就想疼惜我啦？细汉啊，你都袂感觉疼我食啦？啊，你也无袂感觉疼我食啦？我这怎么样的？怎么大家靠呀？庙里很多那个些奇怪，怎么都在靠的靠阿嬷？啊，伊种。妈祖迄个我阿妈来遮做神红拜啦，哦，安怎安怎安怎啦，哦，啊，一看，真正是阿妈的面型，妈祖面型现出伊阿妈的面型出来，哦，所以出去以后呢，有什么现在都去拜妈祖，啊，结果出名头会人哪知啊，阿婆你要做神啊，做妈祖啊。那么表情一摆，到民国77年、76年，台湾有大家乐啊，有没有？大家乐一个月2次哈、哦，爱国奖券的时，大家乐，
哦，迄个时阵伊无所费，去阿妈，我咧欠所费呢。哦，那个宝贝就是笑啦。我是不是不用生大家乐？阿妈，我因六辈啦，转来那个哎，老师啊，那时候都叫我老师嘛。我阿妈足灵的哦，啊，我要来请到阮厝摆好，恁家无安心位哦，没有嘞。好，恁家安心位，恁阿妈会当下来来去去。哦，来来恁家，咱们去庙遐，用到当下恁顺。啊，所以他很多事情就稳定下来了啦。那么各位同修，你们当下，你们是前世的，啊，前世果位就是神啊菩萨的化身。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小看过那些，哎呦，一间啊，我们的法师讲师，哈、啊，他们虽然不是妈祖嘛，嘛是老祖的化身啊，你知无？那的法师啊，那是好几位法师都。你的法师嘛，哦，你没敢化作妈祖来供哈、哦，也是老祖的化身呐、啊。那相对各位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好好修行，绝对会成圣成贤，好好珍惜。那么神位家中的神位，你要安，一定要注意，啊、哦，不要随便，要符合风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啊，道法自然就是道要遵照大自然的法则，遵照天理是道法自然，就风水嘛。所以家中要安神位，好、啊、要注意哈、啊。现在我们就讲到安神位的了哈。啊，以立，啊，这里，这。以利苦难的众生啊，能够解除苦恼的因。各位很多家中安神位安错了，嘿，没有按照风水学安错了，麻烦多多不得了。嘿嘿，在两年前，刚好我们那一位师兄夫妇啊，啊，他还没进入中文嘛，啊，他的两个孩子啊，嘿。还有一个女儿，结婚了，没有多久就离婚，足奇怪。女儿结婚了离婚，就赶快来求老祖啊！老祖，你家的神位怎么下面坐马桶，上面也顶马桶？啊，神位因为敢扩建嘛，扩建做神厅啊，首先神位做了。楼下他一楼的厕所，啊，二楼他安在二楼，三楼又是厕所，都是马桶，那边陶缸店。嗯，老叔你怎么知道啊，叔？啊，你算就知道嘛，用意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家里就是这样。啊，你赶快回去做神，啊，和那个祖先呐、啊。神位全部刷为，他问了，那什么时候才有日子？不要问什么日子了，年没有好的年，但是要有月，月没有就有日，日没有就有时。我们给各位那一本小小的我们的手册里面，每一天有什么好的时间，好，按照这样去，赶快把它。移开普罗就好了。哦，那天晚上他等不及啊，反正值五毛油都是好时间嘛，偷袭嘛。哈哈，那回去了，他就啊，我是赶快移了啊，值五毛油都好使了，好使啊。于是呢，阿公摸死嘿。哎，国语讲国语的好使，或许孩子听着好使啊，听着好使啊，我唔是啦，好使啦，好好了，哎呦，好啦，就做一半，啊，搬嘞，啊，搬好了，怎么睡觉了？两个媳妇都打电话回来，
奇怪，说爸爸，我要回家好不好？哦，跳得那么好，怎么那么悬呢、啊？好了，另外一个媳妇又打电话回来，我要回家呢，好不好？啊，女儿呢？已经生了呢，爸爸，啊，这一大早呢，啊，这早当呀，要接着老婆回家。你看神位，我们风水学神位，这个智慧很多。Thank you.